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论坛，陈云、梁锦祥。好，咁啊，第二节本土论坛，咁啊，我哋嘅嘉宾今日就系卢思达，即系毛代堂。你好，啊，咁咧就我哋闲谈嘅啫。咁啊，你最近留意到啲乜咧？或者今日呢一排啊，咁啊，即系可以有啲咩可以拎上嚟啊，倾啲文化又好，历史又好，咁啊，闲谈散论。咁梗系讲咗你嗰单先啦，即系你 share 嗰单啦，就系台北就。即係市政府嘅人咧，就竟然咧禁止啲喪禮嘅人咧掛橫聯，係啊，掛啲書法嘅橫聯，即係。見到幅圖係咪有用個芒嚟整出嚟？用個類似我哋喺醫院嗰啲 call 號碼，或者茶餐廳或者大學飯堂 call 話，喂，33號咩乾炒牛肉飯咁嗰類咁樣。陰謀遠在啦，而家變咗。嚇！咁嗰下都幾虛。有啲啼笑皆非嘅，我當初睇到呢單新聞，即係台北市政府嘅一個類似係喪葬民政局屬下嘅喪葬管理處，咁佢就係下令，即係用行政命令嘅方式，係要台北市嘅殯儀館或者係治喪處啦，就係唔準用呢個橫聯，因為佢計過咧，就每年唔知有萬幾公斤嘅，環保啊，個紙張係浪費咗咁個環保咁諸如此類啦，咁家屬有咩講咧？有冇嘢講啊？冇咩講，咁冇嘢講。呢下先神奇，咁啊，唯一係有一個反對就係一個書法家啦，佢係寫咗個環聯，因為佢個自己嗰個父親係亡故啦，咁啊貼咗個環聯咁俾個市政府，即係嗰個執行處係搣咗落嚟，跟住嘅。大鬧一番咁樣，咁結果冇幾耐就係取消咗，其實唔係取消，係懸擱咗呢個行政命令，就話要周延嗰啲執行，用咗台灣嗰個官僚術語啊，即係周延啦，周延即係話慢慢度過先算啦。但我自己覺得呢啲嘢根本就唔應該實行噶啦，即係我哋香港，我喺香港都舊現代化啦，從來冇諗過話要嗰啲環聯係用電子版顯示板即係 LED 咁嚟搞。咁都唔會，一般人都唔會諗到可以咁嘅咯。係啊，因為 LED 係屬於喺深水埗街頭成日見嘅，咁嗰啲就係屬於玉竹店啦，或者嗰啲細腳鋪啊、妓院用嘅嘢啊嘛。即係你其實呢個係如果你從我以前讀開嘅民族學或者人類學嚟睇咧，係啲怪嘅嘢。即係其實咧，點解人死咗會用棺木或者用西方話銅嘅棺木要用石碑？大理石碑又好，麻石又好，堅硬嘅石碑。咁跟住就係，如果橫聯嘅話，如果呢個華式嘅橫聯就係用書法。佢係因為死亡係表示好快過去咗嘛，所以我哋要紀念佢嘅嘢係要好穩固嘅。無論係幾浪費都好，俾一塊石碑，一個好靚嘅硬木嘅棺木或者係銅嘅棺木咁。佢有啲似呢個佢哋嗰個理由有啲似。有啲似即係可能法墨家同埋儒家嘅辯論，係以前戰應該戰國時代辯論過，即係咁嘥錢，我哋就打仗，不如冇搞咁嘅嘢，即係都辯論過嘅。咁樣算啦，因為以前共產黨試過啊，即係中共喺早期。甚至依家中共喺大陸咧，就係由於係要推廣火葬啊，因為佢覺得土葬係浪費土地同浪費棺木，咁於是係用火葬，咁跟住係規定有某啲縣市係規定係唔准土葬嘅，咁於是去到一啲極荒唐嘅嘢，就有啲百歲老人咧，就為咗堅持個土葬咧，就係嗰啲行政命令未出之前啊，整死自己，就係為咗要入土為安。咁即係可以，即係你話一個政府咧，即係無論係
中共那種極權政府也好，或者台灣那種所謂民主政府也好，他都可以做出一些很荒唐的行政命令出來的，就一是基於極權 的力量，二是台灣那是基於民主授權的力量，但是這件事你不見到外國會發生過，唯一發生過的是我自己在德國居住期間，但都是笑話來的，就在東德那邊就是說這個就是西德人說的，未必是真的，就說因為要節省這個花 的錢，因為一些工人要行喪禮的時候要買鮮花，但是鮮花有時候要入口好或者要曬了，所以東德政府建議用塑膠花來代替鮮花放在棺木那裡，那不如不要擺不要擺，那都很都簡潔、啊大陸說不給土葬都好像一排，我家的外婆那邊就在東莞，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順義，都是廣東裡面的，都已經即是外公就很早死、那時候還應該還有土葬的，但是阿嫲好像已經，我聽她說就說實際上好像是不行、但是又是可以用錢疏通的、但是實際上用錢疏通就是說明文上已經是不可以土葬，咁其實香港都係話之前就好似話加唔知加咩價咧，就話咧啲人就開始話啊，我而家冇錢啦，所以我唔死得，因為你一死，而家死咧都要經過一番官僚嘅程序，咁同埋要用好多錢你先可以死得好睇啲，同埋已經唔可以土葬啦，都已經係難揾墓地。香港就一係就係嗰啲資深啲嘅基督徒啦，就可以有基督教嘅墳場。如果不是就要如果大陸那些不知類似華僑墓園才可以土葬，那就比較難一點，骨灰龛那裡就是因為政府是闊佬懶理，還有政府我懷疑是跟私人是有這個勾結的，所以就是遲遲都不起這個公共的骨灰龛，那是近期才在譬如說和合石那個火葬場旁邊起 很多的骨灰龛 的一層層這樣處理一些先人的問題。你剛才說這個台灣呢，即是我想我們可能都是一兩年或者這幾年才一次想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開始明白，或者我小時候呢無論是語文或者政治呢，我們都會覺得都有一種台灣很好的感覺的，台灣的中文很好，台灣有民主這樣，但是慢慢不知道是不是那個真的想東西 的意識太不同了，香港人我們開始想到其實台灣和中國的那個政治觀念其實都很其實都很像，雖然你說那個表皮是有政民主的，我越來越覺得是有程度之分的，因為即使他一邊是行憲另一邊就是沒有行憲，他即是以前我們會看開例如廣州咁樣啦，即係我嗰陣時做過一樣，即係一個 topic 就係一個廣州嗰陣時咧，即係2000年代嗰陣時，孫中山就因為中央即係革命，但係佢其實係掛名嘅啫嘛，咁佢又俾人逼翻落去華南，咁就喺廣州度籌備呢個北伐咁樣。咁嗰個歷史咧，其實係你係睇到即係國民黨已經開始有呢、這個。文化大革命的那個種子，就是說他們呢因為呢沒有水，即是要撲水去北伐，雖然廣州真的很有錢，但是問題是廣州一個呢你北伐都好都要很辛苦的嘛，軍費也 很重，那呢就他們就用盡方法去賺錢，其中一樣東西就是你那些所謂民間宗教，嗰陣時開始 classify 呢樣嘢做民間宗教，其實大家不嬲都係咁噶啦，不過你將佢分類咁樣，即係就話嗰啲咩佛教、道教嗰啲咧，或者燒衣紙咧，嗰啲衣紙都要打税，打好高嘅税，咁咧就同埋類似都係行政命令咁咧，就將嗰啲咁嘅寺院咧就拍賣、強制拍賣，總之就無所不用其極咁樣揾錢。咁就其實原來呢單嘢咧就令到嗰民間同埋嗰個政府的衝突很大，咁嗰陣時就由呢個清朝崩潰之後，即係原來廣州自己咧就有一個武裝力量，因為佢哋有錢咧，咁有錢佬咧就自己整一支武裝力量維持秩序，咁佢哋就令到呢、這個衝突咧就最後就搞到咧。
就政府即係所謂國民政府同埋呢個西關嘅嗰班有錢人嘅嗰啲武裝力量衝突。咁共產黨嗰陣時已經有啲開始活動啦，咁就佢都有喺裏邊搞嘢啦。咁最後咧搞到西關係爛咗，即係暴亂之中爛咗。咁其實你喺見到佢嗰、那個叫佢唔好掛呢個真嘅幻聯，同埋以前嗰個燒唔俾你，可能其實可能某間廣州醫院唔俾你燒契錢，就話迷信。嗰陣時除咗經濟嘅理由咧，其實都有一個開始有呢個反迷信嘅，即係真係好似楊教士咁嚟睇。即係佢嗰陣時係有土族，有啲國民黨自己嘅人咧都比較激進啲，咁就會即係可能拆城隍廟啊嗰啲嘢。咁其實就同而家嘅之後嘅文化大革命，或者到而家都仲有嘅，叫你唔好即係管到你葬禮裏邊應該點做呢樣嘢，其實都。都是一脈相承咯，你又好少在香港見到的一樣嘢，或者在香港嗰個問題，可能就是因為尤其是新界咧，即係第二個管治系統，咁所以很多嘢都可以避過了即係政府的插手，但係對於即係蘇聯式的政黨嚟講，即係可能國民黨或者共產黨都是咁你就可能會直接管到。管到咁細微的地方，但係佢用一套好大理論去包裝，啊、因為我啲現代化，係我為咗現代化或者為咗不佛嘅大理想，咁你新生活啦，民間就要去屈從喺個政府嘅嗰、那個機器之下，咁就咁嗰陣時其實已經見到一個端倪咯，就係、所謂文化大革命其實都唔係話一時三刻嘅事，突然間爆出嚟，其實係即係好長期嘅建設嚟咯。講頭先喺廣州發生嗰啲，譬如話用反迷信做理由去拍賣啲寺院啊，或者係啲溪錢度，即係啲紙錢度打碎嘅。我以前讀道教史嗰陣都讀到係，譬如話係上海推行新生活運動嘅時候都係咁嘅，都係四周圍登記啲寺廟，跟住就話如果啲民間嘅廟，譬如佢唔係喺道教嘅神譜入邊，即係唔係崇拜一大嘅道教嘅神嘅話，而係好普通嘅唔明來歷，譬如咩五通神啊嗰啲，咁佢就拆毀。咁其實都係一啲宗教清洗嚟嘅。雖然佢會保留啲大嘅道教廟，你譬如拜真武君咁嚟保留，但係你話拜五通神咁啊，拆鬼咗你，拜狐仙更加冇頂氣咁。台灣有個狐仙廟，係啊係啊，台灣就冇所謂啦，台灣就係、是、因為經過日本統治，同埋啲蔣介石嗰啲已經係走難咁樣係逃到台灣咁啊，梗係唔夠膽辱嗰啲民間嘅力量啊，民間信仰，咁反而可能要喺嗰度要收買佢哋。咁香港嗰個做法同大陸同台灣唔同，就係、是、除咗係英國人佢係善於管理殖民地，即係善於處理殖民地嘅異族信仰呢樣嘢。另外就係佢係個帝國嚟，帝國佢包容各種古靈精怪嘅嘢喺入邊。咁其三咧就係憲政，其實好少人咁樣睇憲政嘅，因為其實憲政係限制政府嘅權力。限制政府權力有兩種方法，一種就是用所謂分權，就是政府權力是互相制衡，而且用人權法或者用基本的憲法，即是憲法可以成文也可以不成文也可以，是來限制政府權力。第二種限制政府權力就是封族的權力，封族的限權。封族的限權比較少人，特別是華人社會比較少討論這件事，即是所謂封族限權，就是說政府是有某一些的禁忌它是不碰得的。咁譬如話呢、這個，譬如舉歐洲，譬如舉德國嘅例子啦。譬如話某個山林入邊係有間修道院喺入邊嘅。咁即使嗰個山林唔係修道院擁有都好啦，咁喺民間就覺得嗰個山林係神聖嘅。咁於是絕對唔喐得嘅，唔可以開發，唔可以所謂開發即係殘咗佢啊，即係唔可以搞任何嘢嘅。另外就係譬如話某一啲嘅河流，譬如水源咁啊，如果覺得個水源係譬如有某啲神話傳說入邊嘅，咁於是亦都唔喐得。咁嗰樣嘢其實係限制住政府。我哋有時會覺得係好武斷啊，好迷信啊咁。如果你民國人咁嚟睇，但如果民國經過咁耐，譬如到百幾年後到香港到我哋呢一代，我哋會開始諗其實呢啲係乜嚟嘅？我近來開始想，其實這個是一個共同的生活方式，但大家不夠膽動它，
咁嘅話就係保存咗大家嗰、那個那個生存空間或者生活空間。咁嗰樣嘢係其實係珍貴嘅。我哋以前成日覺得係迷信啦，覺得係武斷啦，覺得係難以理解啦。但係正係因為佢可以講係迷信、難以理解咧，咁所以理性嘅力量、官僚嘅力量或者論述嘅力量入唔到呢啲空間。咁所以呢啲空間喐唔到。你講呢樣嘢令我諗，其實我成日都會諗咧，你嘅德國啦，或者日本啦、意大利我就唔係好識啦。咁但係呢個三個呢兩個法西斯嘅國家咧，雖然大家話佢法西斯喎，咁但係我諗即係我睇過一樣一啲資料，就係話德國係一個好早就已經開始環保嘅動物保護。的國家，因為他就是基於那種非理性的對於自己那種重視，就覺得德國是很神聖，所以德國國土所有德國動物什麼我們都要保護得很好。即是你撇開他那個戰爭那樣東西，他在國內呢那個例如日本也是，因為日本呢即可能剛才講到的江戶那些人呢，他已經是用他不用日本來稱呼日本的，有時用中國或者用神國，他也是即加上日本的那個梵靈的信仰，什麼都拜下，他們也是很保護自己的國土。你看到就是一個在歐洲即二次大戰之後，我記得有些神學家是開始辯論究竟搞到咁咧，即係搞二次大戰係因為乜嘢？有啲人就話咧，因為咧基督教咧或者阿拉伯之後嗰、呢種教咧，將人同埋嗰個自然分開咗。咁咧，將你分開咗之後咧，你就可以隨自己心意去改造個社會。即係當係當人係上帝授權管理自然。係啦，咁你將佢 separate 咗出嚟咧。神學嘅睇法啦，咁佢就覺得咧，咁導致咗呢、這個物質文明，然之後最後就戰爭咁樣。咁他也有這樣的反思，但是在可能1991年之後的中國或者這個地區呢，都不會有太多這些反思。因為 我近來在想的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即在這個思想脈絡裡面，其實都沒有變的一件事，就是我們都是炎服之後的產物。因為即我看到那時候的人，即是時人那些的他就話咧，嗰陣時咧，人每個進步青年手裏面嘅都係炎服，咁、社會達爾文主義係啦。咁所以就算到而家咧，即係香港都或者中國都係講緊中國要富強，或者呢樣嘢咧唔需要讀書名理，你都會受影響。即係我老豆嗰啲啦，點解支持共？即係佢哋唔會太反共嘅。即係只要共產黨係能夠，只要共產黨帶你前肩炮利同埋個經濟增長咧，佢就覺得係啦。咁其實你見到就算即等於滿洲初年嗰三個皇帝，即係個成即係康雍乾盛世咁。咁所以就會其實我哋係喺一個即係冇咗信仰或者冇非理性嘅環境之下咧，就會覺得冇一啲世界上好似所有嘢都可以用理性去諗通嘅時候，咁一來就會形成咗你對於個國家冇啲乜嘢係，你覺得所有嘢都係用你去換取，咁同埋換取咗之後，嗰、那個政府可以用呢、這個因為佢所有嘢都講得出噶嘛，我有法理依據。我咁樣係根據理性嘅，我有普世價值咁樣。一份論述嘅人，同埋佢又掌握咗個宣傳機器咁。咁樣佢個權力就可以無限咁增長，咁佢唔會碰到任何嘅阻礙，因為所有嘅民間風俗都可以根據一個好科學嘅進化嘅觀點去拆解，去解構咁樣。即係為咗係經濟發展需要，或者係社會要前進，咁所以就係好多嘢拆，好多嘢要為嗰樣富強嘅目標而開路咁啦。咁結果犧牲好多嘢。咁犧牲嘅嘢，如果係得其所就冇所謂。但如果不得其所嘅話，譬如話嗰個發展方向係錯嘅，咁佢損毀嘅嘢係一去不返啊，補唔翻轉頭。譬如話鏟咗個大森林，或者係將一個淡水湖，譬如鄱陽湖咁啊，將佢或者洞庭湖咁，將佢係填咗佢，或者攞咗啲土地嚟耕田咁，咁結果係災難嚟嘅。咁
近排有一樣嘢咧，都令我好擔心嘅，就係、是。即係會令我好焦慮啦，因為我係一個比較容易焦慮嘅，即係我覺得呢方面我比較似日本人，咁就係話咧呢個強積金咧又話要調整，即係話大佬而家不知鬼不覺會話要唔知增加咩上限，我今日先知嘅。九點九已經本來清緊九成半嘅糧㗎啦，因為你嘅強積金咁樣，咁其實喺個政府嗰個權力越嚟大嘅時候咧，我覺得。好似或者香港人或者我唔知道中國人係點啦，即係可能香港人自己好似冇一個好戒懼嘅心咯。咁無論係所謂嘅讀書嘅人或者一般凡夫走卒都好，佢哋都有一種錯覺咧，就會覺得政府多啲權咧就可以做到好嘢。你唔好話一般嗰啲咁嘅可能普通藍絲啊、阿叔啊、阿嬸去咁諗嘅嘛。其實你所謂嘅所謂青年都係咁諗嘅喎，點解我哋全民退休保障？因為佢要加大嘅權力，咁我哋就會得到好處。咁但係你呢個全民退休保障就真係一來就係已經唔適合依家嗰個全球化嗰啲股市炒作嗰啲嘢啦，即係炒上炒落，你根本係唔係好似以前即係仲係金本位貨幣嗰個年代嗰啲咁嘅股價咁樣咁二來就係政府攞咗咁多錢。又同銀行勾結，或者係同金權力量勾結，咁你擺咗啲錢度三四十年先攞得翻，咁政府都唔知道轉咗幾多手。咁但係你啲錢係你自己永久，或者你自己過人世享用嘅嘢啦。但係你擺喺個瞬息萬變四五年一轉嘅政府度，你咪自己揾自己笨啦。就好多時係就係啲香港人就蠢喺呢度，或者啲左翼啊，或者啲社運啊、工黨啊、社民連啊嗰啲都係蠢喺呢度。我其實係反對強積金嘅，因為一來政府不可靠，二來個股市不是以前的股市，咁所以就係應該係政府係做多啲。公共服務或者係一啲好似以前咁做一啲係好低限度嘅社會保障，咁其他啲等啲人自己用自己嘅錢。即係我哋自己去諗呢樣嘢嘅時候咧，即係可能我唔知點解會變成咁啦，就係、是、可能喺香港人個經驗、成長經驗裏邊，可能。以前的政府實在是很 efficient， 是、啊、以前是計過度過，但是整個計過度過的過程又不告訴他們聽，有一種錯覺就是說只要我們將資源放回在政府手上，他就會自然好好地運用的、啊、那 我不否認這件事是某程度上是 OK 的，在個以前的歷史裡面以前的政府也可以，因為以前政府是一個一小群的異族統治，大班還是魚郎似乎的華人，即是由大陸走下來，或者是周邊的海盜啊，那些原居民啊，那些惡國土匪的那些人，那你自然就政府是小心和戒懼的嘛。但現在政府不是那個政府，不是以前那個很小很小部分人統治一大部分人，所以他很小心很省定，如果不是說、啊、你的紅毛鬼，就是好像我新界人，那些紅毛鬼有什麼資格統治我，你的統治人沒有踢鬼走，你就用槍打你，但現在我們不會這樣。咁我自己覺得可能就係呢個咁嘅，大家即係可能有啲人就會講話啊，點解呢個五六十後嗰啲人咧就唔知點解咧就一帆風順，唔知點解咧就會名成利就，咁樣就唔知點解嘅時候咧，佢就覺得個政府係唔需要限制，或者冇限制政府嗰、那個一來以前嘅政府係一個審慎嘅。戒懼的政府，原來當時經濟是膨脹緊的嘛，即係由而家佢以前嗰個經濟膨脹得嚟，或者經濟增長得嚟咧，佢係一層層咁去嘅，佢唔會話有咗工業咧就冇咗農業噶啦，有跟住有咗金融咧就冇咗工業。以前嗰啲歌係累積咁去嘅，有工業嘅時候農民農村嘅生活會更加好啲嘅，半工半農。有咗金融之後，啲廠家借錢或者有 LC 可以借到錢，抵押住錢，個生意做得更加大。所以以前嗰個年代即係一路。去到八十年代，即係大陸未開放改革之前，嗰啲經驗咧係 apply 唔到喺後邊度。但係好多年紀大嗰啲人咧，係佢其實知嘅，唔係話人咁老都唔知道，而係佢唔願意去諗啊，因為恐怖到佢唔願意去諗，唔敢面對。唔敢面對咩咧？唔敢面對依家嗰個危險嘅世界咯，即係依家我哋叫 risk society， 即係充滿曬危機同埋風險嘅世界。咁啊，淨係諗住以前嗰個咧就順風順水就得噶啦，即係順政府啦，勤勤力力，獅子乜鬼獅子山下咁啊，可以捱到。佢嗰個年代就得啦。
但係過到八十年代中期之後，就已經唔係嗰個世界嚟。咁其實所以最後去翻一個世代鬥爭嘅問題，我覺得即係其實唔係話你要將佢鬥落嚟，而你要將佢嗰個思想或者嗰個唔啱呢個世界嘅嗰個成規嘅諗法，你要將佢移除，要移除或者要說服或者要改變，唔改變唯有係鬥爭嘅啫。而一個社會最悲哀嘅嘢咧，係改變嘅主體要由年青人承擔，甚至去到係要由十幾歲嘅學生走去趕說服下，而一班六七十歲嘅老柴，有社會權力，有名望，被人拉都唔會有好大風險。有好大風險，咁你六七十歲人入到警局，你可以同啲細路喂，你小心啲，唔好喐我啊咁啊，即係我一來名成利就，二來你喐親我啊，我請律師乜咁。佢哋都好開心啊，見到佢哋擔住啲遮入去啫。咁因為你個風險係爭好遠嘅，你一般人俾人打咧，或者俾人拉咧。你真係冇，你真係會好大件事啊！生活上，但係佢哋嗰個承受風險係高好多。所以好多時我成日覺得華人社會或者近代嘅華人社會之所以出事，好多時係承擔轉變奮鬥嘅主體係好悲哀咁落咗喺年青人身上。咁呢個亦都係點解我呢啲咁嘅五廿零嗰啲都要出嚟，原因呢度我體魄遠比年青人差，但係都要咁樣嚟。咁就係，所以就係咁啦，就兩個世代咁繼續傾落去。好啦，今日就係到此為止，咁啊，下次啊台長翻嚟。好，拜拜，拜拜。